你以前做什么的？我以前就是个杀猪的。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呢？今天我来参加中国好声音，就是向你们评委发起挑战，看我这个业余的能不能赶上你们这些专业的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离开家乡的那一天，脚步沉得就像座山，如果不是为生活能改变，谁愿意孤身走北闯南。在外的日子太艰难，风吹雨打已成习惯，白天体力透支流尽了汗，夜晚想家辗转难入眠。这打工的路何时能走完，这打工的苦何时能受完，辛辛苦苦